怎么了？不开心啊？舍不得走？活都没干完呢，明天就要交了。别担心，李寻这小伙子不错，耽误不了。爸，你也觉得他看着靠谱啊？怎么说呢？这男人吧，有的时候直觉还是挺灵的。他还不错。 不过爸，你怎么知道我基地在哪？是不是我妈告诉你的？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巧来开会，我妈真的太过分了。不过爸，你也看到了，我真的是在工作。嗯，对，工作还挺忙的，药都没少买。爸。哎，韵韵，我可跟你说好了啊，我是在学校党课班上把你找到的啊，明白吧？<笑>知道了。<笑> 我还想安安生生过个年呢。哎，肖主哥，我都认不出你了。好久不见啊，朱韵。你这学没白留啊。好久不见，叔叔。哎呀，大小伙子了。<笑>我来吧。<笑> 像你们这样修竹这么让人烦呀！哪有，我们不也是很好的人？阿姨，韵韵，你跟佳阿姨都4年没见了，你看一说你回来，她立刻张罗着要一起吃饭。你说你多有面子！没有，啊，韵韵，你的新年礼物啊！都读大学了，还有新年礼物？哎呀，有，特意给你挑了一款，又好看，清洁力又强，看看，喜欢吗？哦。 阿姨，您眼光太别致了，我看同学用过还正想买呢。<笑>是吧？可以过来准备吃饭了。好了，韵韵，你跟修竹坐吧，你们年轻人坐一块，你们聊到一起啊。咱们俩坐，来好。谢谢。哎呦，这么多菜呀！辛苦了啊！还有一菜一汤。哎呦，还有呢。你说说，咱俩送他们俩上小学，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儿。 一转眼都这么大了，哎呀，历历在目啊！同志们，来个汤。来来来，往这边。记得吗？那时候他们俩比吃鸡翅，哎，最后韵韵赢了，是吧？但是撑的呀，哎呦，要吐，差点去医院。怎么不回微信呢？到底好不容易。你还记得吗？啊，什么？就是那次比赛。<笑> 你吃了50多个鸸翅！<笑>哎呀，别说了，再说我自杀。哎呀，这是光荣历史，这是有什么的？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回来！谢谢叔叔，欢迎。
怎么了？学校有事情啊？没有啊。等谁的信息呢？哦，我查成绩，期末考试成绩今天可能出来了。哦，又是第一名吧？不是，我们班有个高考第一，可厉害了。嚯，科科这么高的分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九十七，这不还差三分吗？就差三分，挺好的了。嗯，毕竟世界也不完美嘛。不知道他考了多少分。哎，韵韵啊，你还真要跟修竹哥哥好好学习，人家还有很多作品在全世界各地展览。哎，是，前两天有一幅画在市美术馆展出。哦，我还真看了。哎，韵韵去看了。修竹，我没听你说呀。 啊，我俩没碰上。你不是说你没来得及看的吗？好这儿。啊，今天去的。今天接完运之后啊，我们特意绕了一圈到美术馆，只能看了一下你那个大。 海报，海报，对对对，也算看了吧？啊，是，谢谢叔叔捧场。哎呀，说真的，我希望将来我们家韵韵也能出国深造。学什么专业倒不要紧，主要是要出去开开眼界嘛，对吧？要是有什么出国的问题啊，可以随时问我们啊。嗯嗯嗯，真的有打算，还得尽早准备。嗯，在。这我才大一呢，还没考虑这些。那你问问修竹哥哥。 在国外上学好不好？修竹哥，嗯，国外的月亮真的圆一些吗？国外的月亮呢，还是这个月亮，但是国外的饭是肯定比不上我们家乡的，尤其是叔叔您做的这个饭，外面的中餐厅都没有您做的好。你看看是不是啊？这是实话，是吧？我发现啊，你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这些年，请在家做饭了吧？要不要再给他发个信息啊？咳嗽好点没？ 出来了，我满月97。不会真的病倒了？ 好点了吗？你傻吧？啊！你给我买的感冒药是治风热感冒的，我是被冻感冒的，差点没给我吃死。对不起啊，那你现在怎么办？找人送药呗。哦，那就好。你吃饭了没啊？ 那是谁给你送的药？我得去谢谢他。柳思思，她不是回家了吗？回来了。为什么？送药呗。行了，先不说了，还有事儿呢。哎，等等等，那饭也是他送的。
왜? 完了，还是不能轻敌大意。 大过年的，我们不去逛商场，来这里逛，你还挺有创意的。你这不是很久没回来了吗？带你体察一下民情。你对这个感兴趣啊？这也是艺术嘛，你要多看看。 这多少钱啊？180。老板，您看看这个能不能修啊？都摔成这样了，怎么搞的？哦，被车压了一下，我听说您这什么配件都有。哎，你还真找对人了。哎呀，真要修？可贵啊。多少钱？$950。这么贵啊？ 便宜点不行吗？你这是老物件了，里边零件不好找，我还得拆了我店里的其他古董给你配起来。这打火机你在其他地方还真修不了。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没问题，$950就$950，修吧，多久能修好？那要等过完了节了，现在都放假了。那我给你1000，凑个整，我今天就要。小妹妹够霸气的。 行，今天我就给你加个班。嗯，那您慢慢修，我在这等你。哎，朱玉同学，你说你不会砍价也就算了，你怎么还给人加钱呢？你也听到了，这个打火机就只有他能修，别的地方都修不好。这是谁的打火机啊？我同学的。 这么重要的同学，就普通同学。嗯，慢慢搞。喂，是我。怎么了？ 没事，我就问问你蓝罐的 app 怎么样，提交了吗 ？OK 了。今晚就要过年了，你还在学校？没有啊。那你回家了？也没有啊。那你在哪儿？李寻，快点儿，我赶不上车了。哎，你和柳思思在一起。 行吗？不行，左手低了。左手低了。哎，这样。哎，柳思思，他刚发了朋友圈。后面是他吗？对。不对吧？哎，对对对。不对啊，头发不像。哎呀，我觉得差不多了。哎，还得靠我自己。我下来看吧。哎呀，韵韵，你也不扶一下。哦。你爸要摔着怎么办？还过什么年？小心。光顾着看手机。 你自己看是不是歪了？是歪了。哪儿歪嘛？这边吗？这国外有一那小部分人还是对咱们中国有偏见。那也不怕，在国外那种环境，那个人是不是他？他将来他到底去没去？什么条件在哪里过不了呀？对不对？又没动静了。
主要是现在啊，很多人出国的目的就不纯，哎，就为混个文凭。嗯，那肯定啊，不是人人都能像修竹那样。但我看啊，运运这个计算机专业还是要出国上学才行，嗯，增加一点国际化视野，嗯，对吧？哦，哎，你别老看手机了，你也说说，对出国的事儿怎么想的？我觉得国内挺好的呀，我们这个专业实践很重要，找工作也好。你看，你这就错了吧？你去国外读个计算机。以后能进什么微软啊谷歌这种大公司，和你在国内学进个小公司，那怎么会是一回事儿呀，对吧？哎，人家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呀，这个眼光是不一样啊。你看看今天修竹挑的这个盘子，饺子放在里边都显得高级了，有没有？哪有那么夸张，他就是陪我去修打火机的时候顺便买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怎么会有打火机啊？而且这个这什么打火机还需要修？你拿出来我看看。春晚要放了。修啊。是他吗？不可能吧。想上个厕所，你吃着饭上什么厕所？会不会是看错了？喂，喂，新年快乐。你和柳思思到家了吗？还没啊。这么晚还没回家？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跟他回家？那你在哪儿？下雪了。刚刚那是你吗？嗯。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我又不是没来过。那你等等我。月月，你要去哪儿啊？你要吃的苹果削好了，去吃啊。那个妈，我有个快递，我去拿一下。哎，不用，我去，外头特冷。哎，净瞎说，大年夜怎么还有送快递的呀？我去看一下外面雪下大了没有。大着呢，你千万别去啊！刚吃完饭。你先这样，你先把水果吃了之后，待会儿咱们打完牌一块儿去看啊！来，先吃点。你还剩几张？两张。我又赢了。哎呀，对呀，你今天可不在状态啊，一把都没赢过。那有妈在，我哪能赢？就是啊，也不看看咱们家谁是地主。怎么没动静了？哦，那你们两个一晚上在逗我呀？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啊！还来不？你还在吗？困了，困了，困了，真没意思。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三个人连一桌麻将都凑不齐。快冻死了。爸妈，我去把这个垃圾倒了啊。哎呦，慢点儿。喂，我出来了，你在哪儿？
下这么大雪，你这会儿才出来，是来挖尸的吧？对不起啊，那你回去了。知道丽华宾馆在哪儿吗？我家附近的那个吗？我住那儿，有空来。什么意思啊？喂，喂，丽花宾馆，这是让我去找他。月月，你倒个垃圾倒这么久啊，赶快回来。哦，马上回来。冷死了。切，我一个女孩子，我怎么可能去？我才不去。吓到他了，擦掉。不知不觉都忘记了时间，慢慢的长路，慢慢的领悟，没有你快乐都孤独，看着你的白衬衫，慢慢的温暖，慢慢的喜欢。一分一秒，我藏起的秘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一瞬间，在童话里的秋天，其实公主注定的遇见，让我感受你守护你简单的小心愿。一眨眼，倒带流逝的时间，不再害怕偌大的世界，有你在身边，在枕边说每一声。其实公主注定的遇见，让我感受你守护你简单的小心愿。一眨眼，倒带流逝的时间，不再害怕偌大的世界，有你在身边，在枕边说每一声晚安。原来是咱们今儿在炸弹，这是什么情况？姑娘找你的，来了。这牌还能打吗？还能继续吗？这牌还能打吗？这牌还能继续呀？这姑娘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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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好，那你们先玩着。好吧，去吧，去吧。费了眼光啊，可以，走吧。别愣着，回去去吧。现在转身就走，你会不会很没面子？你要走啊？我想想。好，那你慢慢想。关门了。站在那儿干嘛？过来坐。你这叫我怎么坐啊？坐这儿。这是单人床。我是让你坐。
我不是让你睡。你大过年的就吃麻辣烫啊？不行啊。柳思思呢？你们不是一起回去的吗？你看人家朋友圈了吧？看得够仔细的。我可没有。顺路一起去车站也不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哦。这么着急走啊？红包都不要了？红包？什么红包？今天刚收的预付款，专门来给员工发工资的，保你满意。这么薄，抠门。打开来看看。以后这个就是工资卡了。有密码吗？我生日。自恋。喜欢吗？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啊。这不是礼物，这是员工工资啊。礼物是这个。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试试看看。我在哪试啊？有什么问题吗？你不用那么使劲收腹，你又不胖。你脸怎么红了？这暖气有点热。我这屋里没开暖气。裙子好看，公主就是要穿裙子才对。我去洗把脸。
要怎么给他呢？准备怎么感谢我呀？我们去放烟花吧。好，我去。好吧，差不多了。好的，多少钱？得了，那个算您200块钱吧。200是吧？好了。好的，得，谢谢。谢谢啊、那您放吧，我去打牌去了。好嘞。啊。朱韵，朱韵，买好了。你想放哪种？我想放那种噌的一下冲上天，然后嘣的炸开花的那种。什么？噌的一下冲上天，然后砰的一下炸开花的那种。形容的挺好。就这个了。你等会儿啊，我借个火。我有。你身上带了打火机？接着。手艺不错呀、啊，不好修吧？还行吧。公主，用心了。我就是还个礼而已，你可别多想。准备好了吗？
how you've been there. Don't know how I've been there. Nothing ever changed. Have you ever changed? Don't know how you've been there. 想干嘛？ Don't know how I've been there. 晚安。 It's been so long ago. I've been gone so long. 还没起啊，昨天睡得也不晚呢。小懒虫，再不起床，太阳晒屁股喽。你看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呀！哎，快起床换身衣服，我们要去拜年了啊！ 我记得，你原来是喜欢喝芋圆奶茶的。谢谢，但我现在更喜欢喝咖啡。嗯，总有一个装大人的过程。秀主哥，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怎么了？我这次假期很长，还有一个多月。 你对国内的院校好不好奇啊？要不我带你去我学校转转。我们学校那可是全国前列的重点大学，特别是艺术类院校的绘画专业，那也是数得上名来的。你要是不出国，还不一定考得上呢。你这话说的，我是肯定考不上。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么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到我校，是我校的荣幸。 话出反常，今天有事儿。哪有什么事呀？那要不这样，我拿我的压岁钱请你去我学校旁边吃一顿好的。什么味道？什么味道？阴谋的味道。哎呀，你就当帮我个忙，客串一下嘛。 行吧，能让你这个小财迷啊初次雪，也是挺不容易的。说吧，你想哪天走，交给我。谢谢阿姨，把朱韵多借给我几天，这年也没过完，多不好意思。嗨，我跟你说呀。 国内的大学和国外大学，无论从教育理念还是校园氛围上来说啊，区别都很大的。正好这几天让月云带你好好逛逛南湖大学。嗯，哎，我这好不容易放次假，我还想在家多待几天呢。这一回学校肯定就没有时间回来了。哎呀，秀珠哥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呢陪他逛逛，顺便自己也好好回去预习一下下学期的功课。我跟你说啊，大学期间最重要的就是自律，免得将来出国的时候成绩不够。 那要不秀竹哥自己去。哎，那怎么行啊？正好这几天，你多跟他请教一些问题，比如说论文发表的渠道呀，是不是？我这不是想多陪你几天吗？哎呀，我们离得这么近，想你了，随时可以过去看你的。快去吧。那我真走了嘛。去吧。阿姨再见。嗯。
开车慢一点啊。啊。高手啊，欲擒故纵，反向操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毕竟你才是在家长面前装乖的高手。行，学费给你打折。但我倒是真的想学一下怎么哄我妈开心。不过说真的呢，这是天赋，不是学的。倒也是，好像你就是有哄我妈开心的天赋，你俩是 CP 对吧？行了，赶紧导航吧。谢谢。谢谢啊，修竹哥，一会儿能找到酒店吗？不是吧，这么快就要过河拆桥啊？我明天要是不忙，肯定陪你转一转。今天这太晚了，你开车也累了。朱韵同学，你确定不再利用利用我？那要不我们先去食堂吃点什么？回来了。信息安全大赛的初赛要在信息科技大学举行。你好，我是徐丽娜，我是本校计算机系的，我也是大一的学生。你好李寻，早就听过你大名了。不好意思啊，我没空。荣获特别关注奖的方志敬同学上台，和我一起摁下水晶球。终于的一夜蔓延，后来为我赢了时间，始终抵达着不停歇，我也靠着你的肩，我们不会分别，躲开喧嚣世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支点，撑起我勇敢向前，像黑夜燃起的火焰。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 在你身边的是我，长时光陪你度过。 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 那颗炙热的烟火一直是你为我亮着。是梦的直觉，终